就该闪亮整片天空，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。哦，身为一道彩虹，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。够了，我爱你不比人懂。W.D. 哈塞说，为什么我们要阻止异性的理发师不可以剪异性的顾客？因为他说这个头发磨一磨就会带出很多不道德的交易。我直接剪着 W.D. 这番话侮辱了我的智慧，侮辱了我的理发师的智慧。听说很简单，但是如果这个概念继续跑下去的话，医生，男医生也不能医女病人，男 taxi 司机也不能载女客人。那男孩子带年轻的女孩子在一个公园跑跑罢了，都不可以。各位，这个是严重的，这个是犯了我们人权啊，我们的非回教徒的人权是吗？那个意思啊，黑板来，各位。他们要对待非教徒的岗位是他们的事情是吗？但是不能影响来干涉我们非回教徒的自由。各位记住了，这个是开始罢了。我们人民要改变，各位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不要为了改变而改变，我们大家要确保为了改变改变更好，而不是改变的更坏。我们要确保我们改变有一个方向，我们要确保我们改变能够促进的这个成长，我们要确保改变能够确保未来能够更好。他们还没有执政就这样严格的要我们接受他们的回教价值观，所以如果他们执政不是更加惨？这个我们很简单的，对吗？他们只是在一个州执政罢了，所以讲无论不影响到非回教徒，我公开的说，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变化。